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个，我们继续来玩这个五军对决啊，名字好眼熟，这把用妲己，因为有用过妲己，拿过第一名嘛，还想玩关羽，想想算了，还是妲己。凯应该是被削了，所以他不是很强势。这里面比较麻烦的就是貂蝉，貂蝉近身打。但我这把有这个纳克鲁鲁配合的话，刺一个，然后他上去给他们来一发。这个打不到后期的哈，八分钟哪也会发育多少东西，我大蘑菇的声音像是那个什么 buff 的声音啊，过来多死你，大爆 Q， 赶紧跑！阿珂复活了，去吃血，既然要吃就吃满了吧。中路有血吃了啊！想追芈月，看到这边关羽过来了，看看你的心。我去，这里太混乱了，上面。一个大能打到谁算谁倒霉，别追我哟，哎呦别追我哟，我操，被追了，这是杀的人最多的人，不能死啊，死的话那星星就掉了，就是我翻的那颗乌鲁不能死啊，一死就没了，一死看一下，一死我的星星就掉了很多。先打他了，我操，这边还有一个，你也真烦人，嗯，被他牵住了，这走着走着就会碰到一群人，还真不好弄。看到他们残血想杀上去的时候又来不及了。每一个都拿护国甲，我也要去拿。
个红八五没吃掉啊。叫你嚣张，嗯。让妲己看看你的心。我操，这阿珂什么时候来的？我死了，红八五不会给别人的。其实这应该死了以后，红八五被人拿掉。我操，这一瞬间就秒掉了，这伤害也太高了吧。我那里又没钱，我们这里才有钱。我操，还差一下，亏大了！我操，围剿我们了，我还躲在那里。我们成了众矢之的。群体不优质，别打我了！完了完了，技能不够，我操！这没有那么大的 CD 啊，要 CD 加快一点打打阿珂还好。坚持一分钟了，麻烦大了，又来，这个再给他搞死，很尴尬呀！这阿珂老抓着我们打呀，这是怎么玩呀？他全来攻我们了，别打我就对，又被阿珂给搞死了，完啊！这他妈阿珂专抓我，他没得玩呀。赢了，赢了！你看一下，怎么21颗星啊？21颗星是哪来的？哎呀，主要是被妲己欺负，我被安欺，被阿珂欺负的很惨、啊。第一名，我笑纳了。不过还好，主要是我换队友，那个六啊。